下一对组合刘同和葛全硕。弧线托举，这个弧线托举做得非常漂亮，女伴的姿态非常优美，而且男伴的重心自始至终都很稳。单足接续步，原地托举，同步捻转步，舞蹈旋转，对角线步，编排托举，刘同和葛全硕，九五得分62.68，总分105点。